是他的，他是你丈夫，你要是信任他的话，你现在就签字。我要是不信任他，那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我已经知道他所有的秘密了，签不签字我都会告诉你，但是现在不签就什么都来不及了。你要不要赌一把你老公的人品？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就告你们医院。赶紧留神。你就这么可爱啊？站！站！那个吹蜡烛。哦，吹蜡烛。许个愿。你们俩差不多得了，少爷不喜欢过程，没关系。我开始了。我希望咱们家的大橙子可以找到女朋友啊！我也希望咱们的威廉公主可以少一点女朋友啊！我最后希望金小鱼不再是我女朋友啊！听我们家那个宴会，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啊？哎，宣文！哎呀，前程哥哥，你疯了吧？我压根就没把你当男的，我也没把自己当女的，咱俩就是兄弟。你说你带着我去宴会，那不等于对全世界官宣咱俩是一对吗？我这也是没办法了，但凡能找到人，我能把夫人的经典款拿出来贿赂你吗？哎呦，你人缘差，你也别拉着我垫背啊。是啊，哎，我没事，贾明君。来，给我。真的，贾明君。嗯。其实，对于游乐园的小火车，我更喜欢成人一点的活动。你想什么成人活动呢？插电影啊。啊？你以为？